学习华文参考系列量词。同学们，让我们一起学习量词。量词数，数用于捆在一起的细条状或小片状的东西，例如一束青菜，一束鲜花，几束信件。数用于集合在一起的线条或者光束，例如一束阳光，一束白光。量词双，双用于人或动物的肢体，例如一双脚，一双腿，一双手，一双胳膊。双用于人或动物的器官，例如一双眼睛，一双耳朵。双用于穿戴在肢体上的东西，例如一双手套，一双袜子，一双皮鞋，一双靴子。双用于成对使用，可以单数的器物，例如一双筷子。量词搜，搜多用于较大的船只，例如一艘军舰，一艘游轮，一艘货轮，一艘帆船，一艘汽艇。谢谢观看。